鼎鼎大名的愤怒火柴人又回来喽！在 Anger of Stick 3里新增了更多的角色，各有各的独门绝技和动作。随着关卡的进行和金币的累积，还能够强化角色的能力。而除了电影般的爽快武打动作之外，也能够使用强大的枪炮武器，甚至借由爆气来提升攻击的威力。只是敌人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哦，稍微一个不小心，很可能就成了他们手下败将哦。